16、17号报出来阳性，一直到25号阳性完了以后给了个红码，红码以后5天又变成绿码，又过5天，又告诉检测中答复出来了阳性，10天，天大的笑话。现在还是红码，现在早就变成绿码了。现在我们假阳有些还是红码，我是9号来的，9号的还是红码。我们家是死的人才出了这么个事情，小孩子在那个上海叫这什么？假阳的那个我们9号的总那个叫什么？和睦假，和睦假，光生一个娃交了18万，过去又堕胎去，胎死腹中，堕胎又交了5万多6万。你们这帮政府，咬死你们！第三个，打了你们多少电话？疾控办的人一会儿来打电话来，我们来带你们来行，我们家里东西都收拾好，来了吗？一帮子畜生，政府的，我就骂了，怎么了？这个说话怎么了？来，枪毙我脑袋！多大点事？你们家小孩没死？真的，你们家小孩你说怎么要说这种话呢？我们家没死。这个事情明明就是管理问题出现的问题啊！这个怎么能这样说呢？我们家小孩死了，你懂吗？你们家小孩没死，这叫没多大的事。没多大的事。你他妈的无三吗？你姐，你这个也叫政府官员？你是他妈的政府官员？没多大的事，我们家小孩子照顾的特别的高，照顾的特别的高，你家路好像是吧？现在我怎么了？大家这样，我们打高分的名字，大家不要吵，大家拍下来，不要吵，是吧？这两个人上来没见过。